爷菜头，一身笔挺西装走红毯。台湾暖男刘以豪受邀参加首尔国际电视节。Korea, do you know that they call you Cho Kang Jun and Broccoli Boy? Yes, I know. Maybe because my hair always curly.卷卷花椰菜头被说长得像韩星许康俊，两人还被票选为零血缘却长得像的艺人。这次到韩国，刘以豪可是相当风光。大家好，我是刘以豪。还有谢谢就是各地的粉丝，谢谢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公司一直支持我，那我希望我尽快可以带来更好的作品。才刚致辞完，台下粉丝立马用中文大喊加油。刘以豪和黄秋生在首尔国际电视节上获得亚洲之星大奖，抢尽风头。刘以豪跟宋仲基合照，帅气破表。而且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不唱歌，但是因为希望可以跟大家更进一步的互动，所以那时候其实每天都在练唱歌跟背韩文。蹦蹦蹦蹦咪哇咪哟，우리가종은만나도그대의향기그대로그대가앉아있었던그대가앉아있었던벤치옆에나무도아직도남아있네요刘以豪日前到韩国办粉丝见面会，引起旋风。这次再访韩国领奖，人气爆棚。刘以豪也说会努力学好韩文，在韩国拥有更多作品。记者谢君仲、罗怡景台北报道。